哇，陆军对陆地啊，咱沿着这陆地景啊，伫咧起分别心，自然呢烦恼啊，就对着境界众生，这就是凡夫啦。那凡夫呢，就是啊，以善恶的境界起诸情爱，在这善恶的境界里，无欢喜的哦，我讨厌的境界啊，真正是真辛苦哦。啊，那是我爱啊，如鱼得水啊，真欢喜。但是啊，这个爱是不是永久啊？那亲像阿弥呢，无提起了无相关的境界，阿弥的人生容易堕落，不要要精进啊！人生本无常啊，在这世人，在这个生活中都无常啊，也过讲到来世人呢，所以咱在这世人面对着境界，咱应该。就是要让我们把握对境修心。今天大家竟然会当做伙伫咧遮向娘亲接受，恭喜兄李金枝。哎呀，六分二弟二表啊！用恁的好意来听上来。虽然人心安心不起呀、啊，北海山路未落雨季，昆仑翠玉下江寒季。龙飞赤手，凤舞盘丝。小小的小道
心比悄悄羞，切莫提心文客啊，你的心意奇妙了解，也不过这个好礼嘛，我袂用得收。阿娘，想做袂用得收？我囡仔呢？你看，黄金和尚这个好礼这么贵重，所以阿娘袂用得收。阿娘，愈贵重就愈代表姨兄对你的心意啊。阿娘应该收下才对。是啦，二秒啊！也现在好客满堂，阿你若无收下，我问客是不是真无面子啊？对，请老夫人收下。请老夫人收下。这是要收什么？大哥，你哪会这么慢才回来？今天来了很多贵宾啊。各位好友啊，招待台湾啊，要通过走为娘招手啊，感怀心哦，包论第一座刻印证明身份，雕工细腻，不妨多论。赞叹异地来讲定全文，雕堂小客体感自夸，远古当地价值连城。既作心意，千里之外，无非你去向分客异乡，为是纪念啊。
玉大妈呀，你认为呢？既然是二兄的生意，咱来意在拒绝，安尼表示咱对伤西疏咯。哎，对对对，对是讲嘛。哈哈哈！哈，阿叻，唔只是我的好小弟呀，家当何在？来，将你黄金和尚送予银表。是。各位贵宾，随我入来，准备开道。多谢屈少爷，大家请。阿娘，请，请。出来，无伫内面，甲人食韭菜咧。阿弟无来，我都无酒泼。哦，安尼真实嘞，真实嘞。稍等嘞，我先发三大杯。这个酒你一定爱喝，但是四边无人打搅，我要甲你讲一层的秘密啊。什么秘密？听各位，我认识一位的林大爷，伊是南方来的珍珠客。如果恁来当介认识，合作生意者，不一定会当赚一大笔钱哦。哦，既然有这好康的代志，大哥，你若不介合作，等到将这个机会让乎我。哦，哈哈哈哈！你呀、啊，实在聪明又谨慎啊。任何代志，我拢无都瞒过你的母母啊。其实南方来的大潘兄，也是经为我的朋友介绍熟识，也你嘛知影，伊兄我无你种天生的能力，哪有法度怎来分辨伊所带来的珍珠是真是假，是好是歹？所以加上你。专业的鉴定，加你家财万贯的实力，你才当甲恁大爷啊合作。只希望这阵的生意乃当成功的话。好，生意乃当成功，这利润我绝对袂亏待你。哦，那就包在我身上喽。多谢。上高飞。
真遐我来，真歹势，阿正明有代志耽误，所以来慢了啊。哦，观看此位，行路好位，福气自上。那一定是二兄，你向我提起那位南海的贵宾林大爷咯。管理表人才，青年才俊。必定是一位传世中情傲鉴定的金相奇才，苦力谈路。啊，久仰，久仰！哎呦，那秀才哦，马上都变脸去啊呢！哦，来，林大爷，请。苦少爷，请。对了，苦少爷，你甲看，这次我搜查来的珍珠。晶莹透光，五色十彩，润滑清凉，这是真正的珍珠，而且还是上等货哦。那是当然的哦，我将来啊，我得卖假珠的，做生意嘛。上重要的就是这信用哦。那呢，咱这层的生意。吴少爷，免着急，咱啊有的是时间，韭菜慢慢来用，感情先培养，这生意嘛才好讲。来来来，那呢爱个经理。是啊，头家，听讲客家白馆所在。我一位姑娘，不但世俗顶起六眼时髦，而且琴艺一流，声都五音出国。上界特别的是，上界会发出一股特殊清香，一莲花香味啊！哎呦，大爷，你讲的哦，是阮家上红的头牌啦，伊叫做莲花姑娘。对。就是伊啊！啊，贵客在此，赶紧的，请来出来献唱。我这钱拢无要紧啦。哈？哎呦，歹势啦！那我莲花姑娘哦，真早就设下规矩，那是要听伊献唱吼，那安尼就要看伊的心情。什么呀？曲艺高馆的姑娘要唱一个歌，既然来看伊的心情，这是天啊！第一大基本啦、啊，就是讲嘛。既然这位姑娘有这种的规矩，那我就以视觉上邀引你出来，会上一回。老板，嘿，可有乐器？有啦，我这个乐器吼上济，看卖你要倒一支。来，看这支够夹手。可以。Yeah.
上到今